你今天好像和平常不太一样耶。还不是因为最近我心情变得很乱，连发型都变得很奇怪，是那一个女孩，她会让我发呆。看你最近有点不习惯，给她的信息删了又删，喜欢就没有安全范围，你天天幻想变得很危险。可我应该怎么办？温柔的她让我喜欢，那就对她表现再明显一点，在那个路口遇见，说了想说的话就再见，告诉她你的爱是炎热夏天。都没有遇到他之后，我开始有了理由，每个休息日都会为他等候，也为他多半算计我们以后。你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意外，不要理睬你身边其他的女孩，快用行动证明你给他的答案明确，不要太多的废话，表达就很直觉。最近我心情变得很乱，连发型都变得很奇怪，是那一个女孩，她会让我发呆。看你最近有点不习惯，给她的信息删了又删，喜欢就没有安全范围，一天天幻想变得很危险。可我应该怎么办？温柔的她让我喜欢，那就对她表现再明显一点，那个路口遇见，说了想说的话就再见，告诉他你的爱是炎热夏天。心情变得很乱，连发型都变得很奇怪，是那一个女孩，她会让我发呆。看你最近有点不习惯，给她的信息删了又删，喜欢就没有安全范围，你天天幻想变得很危险。